Hello，Hello，请问是 CK 吗？啊，是。我们这里是花语网络电台打给你的，那么呢是你的老婆，委托我们呢把一些话还有一首歌送给你，你现在方便听电话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么以下就是他想要跟你说的一番话，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你，生命中有你我很幸福，欢迎走到了今天，已经11年了。谢谢你把我和孩子都照顾得很好，这些年无论有钱没钱，我们都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。希望疫情之后呢，你可以圆满发展你的事业，机会一定会有的，我相信你。最后也希望我们一起见证陪伴4个孩子健康长大，老公 love you。 然后还有呢，就祝我们的周年纪念日快乐，以后我们一家人都要继续的幸福下去。这就是你老婆想要告诉你的一番话啊。这是你们的11周年对吗？啊，对。好，我也在这里祝福你们哦。那么他有一首歌呢想要送给你，我就唱一小段给你听了好吗？嗯，好，来。I love you， 一直在这里陪，一直在爱你、哦、I love you，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呀，送给你 CK。 啊，那么也祝你们的周年日快乐。那么呢，我也祝你这个疫情过后呢，你的事业可以顺顺利利，身体健康，一家都有幸幸福福。好好一样呀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晚安呢。谢谢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